国际巨星成龙为了支持2022年北京冬季奥运会参与歌曲录制演唱，我们来看一下歌曲录制的情况。华语片武打巨星成龙昨天参与了北京奥运城市发展促进会，来支持北京冬季奥运音乐周。他演唱了一首名为《叫醒冬天》的歌曲，为北京申办2020年的冬季奥运会拉票。当国际奥运会委员在三月份访问北京的时候，也帮助了《叫醒冬天》这首歌的配乐。北京正试图成为首个成功举办夏季以及冬季奥运会的城市。今年七月份，国际奥委会将在马来西亚公布成功当选为2020年冬季奥运会主办权的国家。据了解，成龙也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闭幕典礼上演唱了《我们已经准备好》这首歌。61岁的成龙是香港武打界的巨星、导演兼制作人，他得天独厚的演技至今已经演出了超过100部电影，目前他也录制过英语、汉语以及粤语的专辑。